哎，老婆，你回来了啊！啊！哎呀，疼！哎呀，嘴巴怎么了？嗯，啊！我事先声明啊，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嘴巴之所以会这样，这事还得怪你。怪我？对呀，你老出差不在家呀，我想你呀，那一想你我就喝酒，喝醉了之后，我就看了照片，我还仿佛看见你了，我以为你站那儿了。 我过去就要亲你，啪一下磕墙上，完了之后，你看，嘴是这样的。编的挺好呀。天地良心，我绝对没编。说全是实话啊！如果我瞎说的话，我骗你的话，我就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你看，你看照片。要不要补点药啊？我药自己会好的。 去美国给你带个礼物，哇哦！希望你会喜欢。 OK， 老婆，这我能解释。我什么都……天地良心，断子绝孙是吗？够了，肖小飞，我留剩男不是不想道理的人，同学聚会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最恨别人欺骗我，滚！上次不是说帮你管钱吗？所以我帮你选了一个理财产品，虽然收益不是很高，但是风险很低。你看看，哎，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也没多少钱，不到2万块，我把银行密码告诉你。那你不用告诉我，你就打开你自己的手机银行客户端，你选一个就行，时间收益各不同。我看一眼，我们一起去。哎呀，是电话，我接个电话啊。喂，好，是我呀，是我本人。 什么消费啊？比杰森先生，因为您的信用卡本季度从未出现过如此大额的五位数消费，所以我们必须打电话和您核实一下。昨天凌晨2:30，16000块钱的消费是您本人吗？那个不是我本人啊，不是我。哎呀，是我，是我本人，那个不用冻结了，也不用调查了。嗯，听不见啊？喂，喂，喂，信号不好，说什么？ 喂，喂，这信号也不是很好，一个调查电话没什么。啊、对不起，我耳朵很灵的。昨晚你们都干嘛了？花了1万6。算了，我又不想跟你撒谎。我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我最后我就然后百阔把单全买了。倩倩，你别生气，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大手大脚的。 但是昨天吧，我确实喝多了，头脑又发热，然后我那几个同学吧，又一激将我，我就一上头，我就把单给买了。我都买完了，我总不能让大家再分摊吧？那多没有侠义精神啊，对不对？你买单就买单吧，我也没怪你。但是你得量力而行，就不说你那些同学，你们哥们四个，你排老几啊？轮得到你吗？再说了，这通电话我要是没听到，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 倩倩，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可能。算了，反正你花你的钱，我也管不着。不过你得好好想想，单不是不可以买，但是绝不能因为你幼稚逞强好面子。赚点钱真的不容易，杰森。如果你的人生没有规划，我觉得理财也不必买了。不是我有规划呀。哎，倩倩，你别走啊，倩倩。 你怎么来了？我跟着你一起过来的。你跟踪我？你是变态啊？
不是我变态，是你态度变了。你看你干嘛呀？在公司一整天不跟我说话，我跟你解释你也不听。我真的不是不回你微信，我是真的没有看到。你后来去哪儿了？后来就我们哥几个喝多了，去了第二场。 你干嘛呀？你这拎个包，你想去哪儿啊？童宇，是你跟我说的，我们彼此应该坦诚相待的，你为什么还在撒谎呢？我一句话都不想听。昨天我们同学聚会，喝的有点尽兴，然后我喝多了，中间我想出去透透气儿的时候，我就想你了，我想给你打个电话。 不是，后来我也奇了怪，这个电话怎么就，我怎么就拨到白衣上那去了？我像一个傻子一样跟他说了一堆，后来电话挂了，我回到了房间之后，我给你发了微信。再之后我真的喝多，什么都不记得。你们男人在对待女人这件事情是没有一句真话，我真的不想听了。什么叫一句实话都没有？你看，电话是不是都挨着的？这联系挺频繁啊。 啊，每天这么多个电话，这么长时间你说了什么？你不相信我？你们俩一起回去了，对吗？他送我到家，他就走了呀。谢谢你跟我解释，但是我不是我男人。为什么呀？如果你跟白冰年没有什么事儿的话，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撒谎？ 嗯？为什么骗我？嗯？许多。 受北方寒潮南下影响，今晚深城突降大雪，这也是今年下半年的第一场雪。预计此次降雪将持续到凌晨。
我似乎只能说一句，没关系。把手给我。我自己来吧。不是什么事儿都非得自己来。有时候，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只有自己？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身边还有个我呢，你记住了。声明一下啊，我很尊重女性，没有任何歧视。你就是个女人，别把自己活得跟个爷们儿似的，爷们儿都没你活得累。别那么死盯着我，会害羞的。哎。你这个男人啊，我怎么了？谢谢。有一部日剧叫什么来着？逃避虽可耻，但是有用。我觉得今天一上午的逃避啊，还真的挺管用的。我这手机静音半天了，不知道会被炸。
你今天的情绪跟他有关吧？你要不想说就不说。这雪下得莫名其妙，瞬间就来了，完全不是时候，然后又瞬间走了，只留下一片泥水。确实是有点莫名其妙。然而这一切都会焕然一新的，时间能证明一切。这马路上不又顺畅了吗？坐一会儿，歇一歇，你这心里边是不是也顺畅些了？别把所有压力都放在心里头。我认识的许多，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天气影响自己。我哪有那么厉害啊？有。这一路走过来，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心里清楚，这点儿算什么呀？你看啊，你和这个城市一样，从头到脚焕然一新，那是不是也应该换一个心情，拥抱下一秒？徐总好。徐总，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把上次 IC 的战略要点汇总成 Keynote 发给我，最迟今天晚上下班以后。有问题吗？没有。雨季就要到了，动物们面临迁徙，这是他们最悲伤也是最动荡的日子。来了。挺快的。哎，臭小子，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爸爸 surprise。 surprise。路过你这儿，我说先给爸爸打个电话，他呀非得当面给你说。什么事啊？爸爸，这你都不知道吗？后天是24节气的立冬，立冬后就代表冬天要来了。刚好我们学校要安装新的空气净化系统，让我们立冬休息2天。你到底想做什么呀？学校里啊，老师希望家长陪同和孩子们一块儿去大自然啊，观赏美景。哎呀，爸爸想，要不爸爸请个假陪你一起去好不好啊？我本来想带他去公园的，结果，咱们也要劳逸结合呀。再说了，每个人都有假期的呀。爸爸答应你，好不好？那爸爸，那今天晚上就住爸爸这儿了，好不好？爸爸最好了。哎呦，他可满意了。哎，那我先回去吧。好嘞，好嘞。乖啊。啊。听话啊，走了，拜拜，再见，再见。你们几天怎么还那么弱呀？一点力气都没有，快起来，一起玩。
哎呀，太子爷家哥哥确实是没什么心情。哎呀，当小孩就是好啊，无忧无虑的。景哥，过来吧，叔叔陪你玩。你们受伤了？受什么伤啊？我考试没考好，跟学训练崴了脚，周末不能跟爸爸一起过。吉被打屁股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那你受伤的时候，你怎么疗伤的呢？玩呀，跟我一起参加运动活动。我可不想去公园，我想去远一点的地方。那你跟爸爸说，我想去哪儿？我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还说走就走，从哪儿学的？去哪儿啊？爸爸，人家什么小宝都说要去公园爬山了，我可不想去公园。公园是小孩子吃的地方，不过你这是个男人了，你要这爬真山。来，走，咱们一起去。哎呀，你就别烦你几个叔叔了，他们心情不好。你要想去的话，我爸忙完了之后，我带你去见见。嗯。他们到底怎么了？苍鹰翱翔天际，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畏惧，永远向上，自由飞翔，去搏击长空。你们听到没？就像鹰一样，从不畏惧，搏击长空。金刚虽然只是个孩子，但是他的话却给了我们哥四个莫大的提示。三十好几酒精事故，沉重的生活和复杂的情感似乎已让我们失去了一些勇气。生活、工作、家庭似乎都到了人生瓶颈，这会儿出去走走，也许会寻找到新出路。我们真的需要一次不顾一切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再不顾一切，可我们的说走就走还是得先上班。哎，学姐。哦，对。我这次请假是因为……你是说薛总已经批示了是吧？好嘞，我知道了。对不起，钱连长，你的假我批不了。商场这次活动呢，主要是针对 VIP 客户充值和消费双倍积分的活动。商场要求所有负责人必须留守店内。你要真有什么事呢，你可以找刘总，啊不，嫂夫人商量商量，反正这都是你们家事嘛，啊。现在是餐厅旺季，你说今晚要调个班儿，为你的兄弟比赛加油，我同意了。哈，你倒好，得寸进尺，还要请一天的假。对不起。除非你辞职，或者病得不能自理，否则批不了。哎，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小光，之前那件事，你做得很好。崔老师把所有情况都跟我说了，你很有担当，扛下了这件事。否则如果传出去，确实对崔老师不好。这件事是我错怪了你。其实也没有，我还是有责任的。不过都过去了，现在呢就专心准备好晚上的历史大赛，拿下冠军，然后好好去休假。嗯。
好，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比赛的赛制。我们的比赛将分为三轮，第一轮是抢答题，第二轮必答题，以及第三轮的辩论题。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农民起义是什么？公元993年，北宋初代，王小波和李顺在发起青城起义的时候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好，恭喜国立大学回答正确。好，我们继续来听第二题。唐初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最高决策的会议是什么？正是堂会议。好，回答正确，恭喜财经大学。好，我们的比赛进行到现在，可以说场上的气氛非常的热烈和紧张，我们也共同期待场上究竟是哪一方才能够获得今天的冠军。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不行了，我这招是不是太狠了？不是，你也知道啊，我要先去战斗一下。你什么主意不好出，出什么馊主意？大哥，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非常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吃些蹄膀啊、肥肉啊，喝些油的汤啊，再吃点冰淇淋，哪怕吃辣的也行啊。不是，你这个猫粮是几个意思啊？我跟你说，有一次我不小心吃到了岳子倩给流浪猫准备的猫粮，那叫一个酸爽，立马见效。哎，男人就得对自己狠一点。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搞不了，搞不了，真搞不了。夏小飞，俗话说得好，人不狠站不稳。你要对自己不狠，你怎么拿到病假条啊？你拿不到病假条，你就失信于兄弟。你失信于兄弟，你就不是男人。你连男人都不是，女人能喜欢你吗？你想想刘胜男，想想岳子倩。不听不听，王八念经。吃吧，爸。既来之则安之。所以我认为，也许在当时不被礼法所容，但是站在现在的爱情观和人类心理学的角度上，我觉得他们的爱情是应该得到祝福的。对于郭老师的观点，我表示无法赞同。我想请问一下郭老师，您的爱情观点是什么样的？对方辩手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女学生表白的历史老师，这种师生之间的情愫也是悖于常人理解的吧？对方辩手难道是在为自己辩解吗？主持人，我觉得对方辩友存在人身攻击的嫌疑。请对方辩手不要把问题引入辩论方。我只是就事论事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代表国立大学来回答。从古至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去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在这样境况下的两个人，孤独的灵魂相互吸引，这是必然的。相比于现在，很多人说着相爱，却因为小小的阻碍就轻言放弃。所以，这份爱情，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所尊重的吗？你是谁？主持人，这可以随意发言吗？我没有随便发言，我是国立大学第四位辩手艾米，因故迟到了，在这里想跟大家表示诚挚的歉意，也因为情急所以突然发言，对不起大家。这随意发言不公平吧？我还有话要说。我就是你口中郭老师表白门的女主人公。不过事情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我跟郭老师一直是非常清白的师生关系，我很欣赏他，他也非常尊重我，所以所谓的表白其实就是场误会。不过呢，对方辩手把这样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放在辩论中作为本场辩论的论据来攻击我方选手的人品，我想问大家，这算不算公平啊？不算。所以我申请加入本次辩论，不知这算不算公平？艾米，郭老师，
刚才太感谢你了，幸亏有你，你应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胜利啊。嗯，不了吧，其实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毕竟我中途溜了。嗯，而且郭老师你也不用感谢我，虽然我快毕业了，但是我永远是国立大学的一份子。还有那件事情，知道你也挺在意的，不过没关系，不会有人放在心上的。嗯，那件事我确实……哎呀，别啰里吧嗦的了，说了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快去庆功吧，走吧。艾米，你要有什么事儿，就回来找郭老师。知道了。谁呢？啊！恭喜啊，又拿一冠军。嗨，我们昨天出来还有小哥哥呢，他们怎么一直都没进人呢？刚才不就在你们旁边坐着呢？我刚才没有看到他们。哎，急性肠炎，病假两天，去卧床休息，搞定。哎呦，还好我哥意志力坚强。哎呦，等！哎呦，你别慌我。不行，我要去战场了。哎呦，等我都不会去。哎，我说咱们又爬个山，你们带这么多东西干嘛？还住呢？哎呀，我操！还弄个帐篷，怎么了？那个到山上 PPQ 多好玩啊！对呀，出去玩就玩尽兴一点，对不对，金刚？这些东西去年双十一买的，都没见过天呢。哎，正好能用上，挺好的呀。就懒得收拾东西。别带上呀，乐多。好好，拿着。来，给我坐，这装这儿。来，来。爸爸。哎。我们能带着这个吗？非要带它干嘛呀？我们可以到山上放飞它。让他像我们一样自由翱翔。给带了啊！带了，来给我。哎，放在你杰森大爷的包里啊！来，去你的这。对，金哥，咱们五个好不容易一块出去玩，想带什么玩具全放我这儿啊！我跟你说，现在卷儿纸最适合你俩。嘿，你谁呀？你好，我来找金哥。进来，金哥，看谁来了？听说你明天要去爬山了，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医药包，里边呢有感冒药，还有拉肚肚的药，还有创可贴。但是你吃的时候要问一下爸爸。最主要的是这个小车车，如果在山上有蚊子欺负你的话。你带上它，它可以保护你。谢谢师徒阿姨。哎呀，那有人欺负我怎么办呢？对呀，谁来保护我呀？我保护你俩呗。哎，我谢谢你啊，客气了。哎，金刚，过来，快点吃的，我把巧克力带来。我那一天跟你说的所有的话都是认真的，就记下来。等我回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下。好，我等着你。车轮滚动，我们远离熟悉的城市，奔向未知的旅途，这让最近压力重重的他们三个放松了下来。
而我却有些焦虑和不安。然而，路途向前，渐渐的，我却突然有了一丝期待。这蜿蜒的公路，犹如人生，即使未知，却总要向前。哎，哥几个，你说咱这次郊游会不会跟那个美国大片一样，咱们来个艳遇什么的，会吗？想多了吧你，好好开车吧。怎么了？你压着什么了？石头吧。那你看见胎压？左后轮胎压不对了。啊？你压停一下，停一下。费劲呢。哎呀！这个怎么了？扎胎了，那怎么办？备胎啊，换胎吧。来来来，换。借小火炉。好，慢点慢点。哎，小心。不是工具箱呢？千斤顶呢？你这车后备箱太小了，我要装那个 BBQ 的烤盘，我就把工具箱和千斤顶都拿出来了。不是大哥，跑长途这点常识你不懂吗？谁能想到轮胎会出问题啊？我现在怎么办呢？你手拿手拧，要不？哎呀，好了，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打救援电话吧。救援车过来最起码两个小时。我不想回去，我想爬山。这大儿子，这怎么还哭了呢？啊，爸爸倒是有一个办法，过来。兄弟们过来，等一下听我的啊，保持微笑，甜美，亲切啊，亲和亲和。来来来，来，来车了，来车了。哎，这大拇指是不是？微笑啊。有一车过来，来准备啊。微笑，停车啊！哎，我听说你们也是住云顶酒店吗？哎，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啊，我们也去那里。好呀，好啊，可以啊，这是缘分啊。你看看他们浪的，你信吗？他们绝对跟女人在一块玩。地方呢？半个小时以前不是去你们我说找你跟杰森玩吗？没有啊。出什么事了？什么？